Hello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什么？锤子。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？知道了，你是个锤子。你懂不懂啊？这是雷神之锤。我不懂，你也不懂我。我不懂你，我懂谁？你懂个锤子。有没有素质啊？你不要说脏话。你有吗？我当然有。你有个锤子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我爱你，我吃过了。Hello，Hello， 说爱我，我爱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爱我？毕竟我是你爸爸。Hello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老爱你了。你为什么爱我？因为你是我的父亲。哼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Hello， 闭嘴，打我。Hello，Hello， 你有朋友吗？有啊。谁呀？你和我爸是朋友。是的，我俩就跟师兄一样。Hello， 你有梦想吗？有。什么梦想？我想和你变成一家人。我好感动啊！然后呢？然后做你爸爸。咱能不玩伦理梗吗？你谁呀？我是你爸爸。你俩。Hello， 挑战我们俩100天不吵架，第一天。挑战失败。Hello， 你干嘛呢？我打拉屎。拉完你怎么不冲啊？臭死了！